你好，称呼你董大姐可以吧？叫我小董好了。你介绍一下，你介绍自己好吧？可以说了哈，我比我弟弟大两岁，我叫董迪飞，我和我弟弟呢是和这爸爸妈妈一起过来的，每次弟弟竞选的时候，总是想尽力能够帮到弟弟些什么，这次看到他终于能够赢了，很不容易，很感动，因为他比每个人都辛苦。不单单是脑子上面要思考竞选的战略啊，还比我们每个人敲门都敲得多几轮，多跟别人聊几句，睡觉也没什么时间，所以挺感动的。到最后也是很开心，弟弟能够赢。好，谢谢。可以跟华人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吗？我呢也是和弟弟一样移民在这里。和弟弟读的专业不一样吧，到最后呢也是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一份专业，是搞software 的。那每次弟弟竞选的话，上班就是次要了，能够帮多少忙就帮多少忙，所以很庆幸靠他自己的努力他能够赢，也少不了他的这些人脉啊朋友，大家一起帮助。很多次总觉得如果没有每一个义工的帮忙的话，我们可能也会更累，所以很感谢大家，很感谢他的团队。好的，谢谢您，谢谢，也恭喜您。谢谢。